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 Stan. 前一阵子, 一位网友 上传了与 Cherubis文 成员 김지웅的 视讯 签售影片, 而因为 김지웅 在结束 视讯的时候, 影片中传出了 18的声音, 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当时很多网友们断定 18就是 김지웅说的, 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 而今天D社公开了韩国科学搜查鉴定院 进行的语音分析鉴定书, 还 김지웅一个清白了。 根据D社报道，韩国科学搜查鉴定院对该视讯语音进行了分析， 将其分为A区段、 B区段和C区段。 其中问题的焦点在于被认为含有粗话的B区段。 分析员表示， B区段的发音与AC区段不同， 这部分能明确地区分开来。 透过声纹分析重新确认后， 我们判断B区段的录音 是故意避免使用音高处理， 直接录制了18的声音。 这一做法是为了最大化听众的注意力集中。 分析员还指出， 从粉丝影片的晃动和拍摄对象的移动来看， 似乎是使用另一台设备进行拍摄的。 B区段是由一段由外部插入的声音录制， 监控检查结果 没有在金基勇的嘴型中发现特别之处。 然后当天坐在金基勇对面的现场工作人员也表示， 当时实时听到了金基勇和粉丝K之间的通话， 虽然不太记得和K的通话内容， 但可以肯定的是， 金基勇没有说粗话。 虽然D社拿出证据澄清了金基勇没有说18， 但是在韩网还是有很多人不想相信。 喂，如果是别人做的， 你们早就会发表声明说 是工作人员的错误了吧？ 因为是金基勇说的， 所以才说要提高威胁的，不是吗？ 不是金基勇没有说过， 而是无法确定是金基勇说的， 真是胡说八道， 完全把大众当傻瓜看。 那么也应该显示谁的声音吧？ 竟然说不知道是谁的声音， 公开监控来对照嘴型不就可以了？ 说对不起却有那么困难吗？ 本来应该已经平息下来了吧？ 经纪公司又重新引战了。 经纪公司真的做得太差了。 即使不是金基勇做的， 如果确实有人说了18， 那就应该向粉丝道歉。 如果对听到18的粉丝道歉的话， 其他粉丝就不会找他麻烦了， 否则就是在那里进行二次伤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但如果那样的话， 也有可能金基勇真的没有做， 就这样随便断定他做了， 不也是错误的吗？ 虽然我不是粉丝， 但如果真的是这个成员做的， 现在这件事已经平静下来了， 公司是脑子进水了， 会再次提起吗？ 就是因为真的是太冤枉了， 所以才接受了鉴定， 并且发布结果的吧？ 如果连专家的鉴定报告都不信， 到底是想要怎样？ 你们不就是想找借口去骂人而已。 其实饭圈就是这样， 很多网友们只关心当时的争议， 澄清文永远是别家的事。 但看电视剧影片的大家素质都很高， 所以应该不会那样吧。 不过这次公司的操作确实很不专业。 希望D社以及很多媒体的报道 能给粉丝们一个安慰。 所以对于D社的报道，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